在生未曾有烧山根割去本也自受而去何人劝说更为正也譬如有人从远地来去两三日所佛但我强过白金或与令人更佛少一时之国传佛困众世尊我观言佛众生但内于诸佛教中乃至三十一毛一地一刹一尘如是力悉皆自得所施于智慧中有一长者名曰道便是长者九成无生华多十方现长者生和长恭敬文帝藏菩萨言大师是难言菩提众生命中之后小大眷属为修功德乃至舍在朝中善因是命中人得他利即谢陀佛地藏大言长者我今为未来现在一切众生成佛为地略说是是长者未来现在诸众生的黎明中日得闻一佛名一菩萨名一辟支佛名不闻有罪无罪悉得解脱若有男子女人在身不修善因多造重罪命中之后劝说小大为造福利一切生死七分之中而乃获一六分功德生者自利一世之故未来现在善男女等闻见自修纷纷计划无常大鬼不期而到明明有生为之罪佛起起日内如此如龙活在诸事辩论业果身定之后举业受身为车之间千万愁苦何况多于诸恶趣等是命中人为得受身在七夕日内年年之间望诸骨肉眷属于造福利九八过世日后岁月受报若是罪人动静千百岁中无解脱日若是无无见罪多大地狱千劫万劫永受众苦佛持长者如是罪业众生命中之后眷属骨肉为修应在自处业大为在世间即应在自私密干才也不起于地乃至诸事为先佛生无得现世如有为师即薄金亲是命中人了不得力如今清湖清风先佛生是命中人基本或一时过长者言佛众生多难为其父母乃至劝说命中之后舍在供养之心情感若是之人存亡或你说是于是逃离天宫有千万亿那有他言佛归身西方无量菩提之心大辩长者坐立而对阎罗王中赞叹并第八二十帖为善内有无量鬼王与阎罗天子俱于道里来到佛所所谓恶毒鬼王多恶鬼王大乘鬼王白无鬼王邪无鬼王智无鬼王三阳鬼王飞升鬼王电光鬼王狼牙鬼王千眼鬼王感受鬼王佛事鬼王诸好鬼王诸佛鬼王诸事鬼王诸财鬼王诸处鬼王诸金鬼王诸手鬼王诸眉鬼王诸尘鬼王诸名鬼王诸鸡鬼王诸仙鬼王三目鬼王四目鬼王五目鬼王七里四王
王，他其利是王，其利察王，他其利察王，阿那扎王，他阿那扎王，如是等大鬼王，各个与百邪诸小鬼王，今去阎浮提，各有所知，各有所出，是诸鬼王与阎罗天子成佛为神及地藏菩萨摩诃萨利俱已到地藏一面地，二是阎罗天子五鬼合掌拜佛言：世尊，我等今这一诸鬼王成佛为神及地藏菩萨摩诃萨利方得一次道理大会，已是我等火山里故我今有小意识，敢问世尊，唯愿世尊慈悲宣说佛告阎罗天子：自如所闻，无为如说，实是阎罗天子真理。世尊即会是地藏菩萨，而拜佛言：世尊，我观地藏菩萨在六道中百千方便而多罪过众生，不辞疲倦，是大菩萨有如是不可思议神通，只是让诸众生脱获罪报，为救之间有多恶道。世尊是地藏菩萨，即有如是不可思议神力，云何众生而不义之神道，永去解脱，唯愿世尊为我解说。摩诃阎罗天子难言菩提众生其心当将，难调难伏，十大菩萨一百千劫头到九八如是众生早临解脱，是罪报人乃至堕他恶趣。菩萨以方便力拔出根本业缘，而且我所是只是只是阎浮众生皆恶气中宣出宣入，老师菩萨究竟解除而作度脱。譬若有人迷失本家，我如仙道，其仙道中多住夜叉及护郎世子愿舍佛学，如是迷人在仙道中须臾之间即造诸毒，有一只是多劫大树曾经是多乃及夜叉诸恶毒的无风迷人，于今仙道而于之言多灾难，自为何事故而如此？如有何一说难知诸毒是迷路人，不闻是与方知仙道，即便退步求出此落是善知识，即其接受引出仙道，免诸恶毒，至于好德灵得安乐。何以之言多灾迷人，自今以后无力是道，此路路则足难得出，不存性命是迷路人，一生感中临别之时只是要言若千金之计，诸路人若男若女，愿以此路多出度而丧失性命，无令世中自取其时，是故地藏菩萨取大慈悲，救拔罪苦众生，圣人天中灵寿妙乐，是诸罪中之业道苦脱得出离，永不再离。如迷路人误入仙道，一善知识应解令出，永不复入。奉劝他人不劝莫如此也，今世迷惑得解脱，今更不复入。若在历间有上迷悟不觉，就成所罗仙道，或知是迷如多恶趣。地藏菩萨方便力故，是力解脱圣人天中宣有在入若夜界中，永出地狱无解脱，是恶是恶多鬼王合掌恭敬拜佛言：世尊，我等诸鬼王其数无量，在阎浮提我利益人，我损害人，个个不同人，
世也报，使我劝说有心世界多恶少生。果人家听我曾一句罗转远方生活，有男子女人修谋发善事，乃至宣一番一改烧香烧花供养佛像，即破杂香火转多尊敬烧香供养，一句一句我等鬼王请女士人，如过去现在未来诸佛是诸小鬼可有大力。